粉色怪兽即将来临，十秒内把自己涂成粉色。不涂，大宝，快把自己涂成粉色。我可是男孩子，我不涂。来不及了，粉色盖头我盖。粉色怪兽来了，不要说话。大家好呀，我是小猪佩奇。哇，我最喜欢小猪佩奇了。哇哈，扎到一个小孩。太可怕了，二层我按。不能按二层，我要去一层救小贝。我们要先找到小精灵才能救小贝。二层到了，到了，是小贝，我要救他。小雪不要啊。啊，是陷阱。哈哈，没想到这么快又抓到一个精灵之力。可恶，我会再抓到你的小雪。我在一千层，一定要去一千层找我。一千层，可是电梯最高层只有999层。那我们就先到999层再说。我按。糟了，小雪，你怎么按到了600层？不知道600层会发生什么。600层到了，到了。大宝，快跟妈妈回家。是妈妈。啊，这明明是一棵大树，大宝怎么喊妈妈？妈妈。不好，电梯门我关。刚才我是怎么了？你出现了幻觉，把大树当成了妈妈。天哪，太可怕了，我们还是快去999层吧。我按。999层已到。黑子们，你们终于来了。我们终于找到小精灵了。不对，这个不是小精灵，小精灵说了在1000层等我们。刚刚是我说错了，你们看这电梯哪有1000层，快跟我走吧。其实我是粉色怪兽，只要他们走下电梯，我就可以抓到他们了。我还是觉得奇怪，伙伴们，这个到底是不是小精灵？是的话就发送111，不是的话就发送222，快点告诉我们吧。